更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然后今天吃的是早餐，然后今天吃的是二又和抹茶家的那个蛋糕盒子，就是豆乳的，这是抹茶的，然后这个是肉松的，然后这里是四个煎包，我爸早上给我买的。先来吃煎包吧，煎包是热的。这个，这是我最近的爱，它不是那个里面汁水很多，但是真的超级香。这个太好吃了，里面是咸菜还有那个菜干的，超级香。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梅干菜、菜干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味道。萝卜丝的，上面冰超大。里面有一颗奶冻，好吃耶。天哪，风真的好大哦。它奶油真的超级好吃，感觉很鲜的感觉。因为我没有吃过别的那种豆乳的那种甜品，我只吃过那种，前阶段应该不是前阶段，就前几年很火那个豆乳盒子，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好吃。我还吃过挺多家豆乳盒子的。我记得二月好像说是不是那个什么黄豆什么粉做的，然后它奶油看到很顺滑的那一种。就比较纯，因为我坐着对面是香樟树，就是很大很老的那种香樟树，所以风又很大，吹来就是沙发声很响。其实我是很喜欢听的。
刚才有一口，我就感觉吃到了那种以前那个豆腐花的感觉，但是那个口感又很好。我以前超级喜欢吃那个豆腐花，但是没有耐心，没有等它成型，就还是糊状，就把它给冻了，就搅了，然后就不成型了。这个肉松的，牛肉麻薯、沙拉酱，等一下再说。我这边不好拿。哎呦，你看到没？你看那麻薯特别实诚，特别厚实。这个肉松的格子也挺好吃的，它那个干那个蛋糕体比较厚实，我觉得就有点饱了。我平时早上吃5个煎包就挺饱了，它那个煎包真的还挺容易吃饱的。这个盒子我买了才8.8块，而且还满48就包邮了，他又其实挺早就跟我说他跟抹茶要开店这件事情，大概8月初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这件事情，真的，还挺不容易的。如果你们觉得挺好的，你可以去他们店铺逛一逛，买一买。他那时候跟我说，他说他跟抹茶谁都没有告诉，第一个告诉了我，我操！那时候就超级感动。抹茶这个死女人竟然不跟我说。还买了2个，雪媚娘，但昨天吃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就孤零零的，所以我就不想把它拿出来了。雪媚娘也很好吃，雪媚娘我是买了2个味道，我昨天吃了那个海盐奥利奥的，好吃，真的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希望大家多多能，希望大家，多多支持他们吧。就是那个抹茶了，蛋白质真的挺重的。那抹茶味是稍稍有点苦的那种，是我最喜欢的。
我之前自己也做了那个，我做的是那个抹茶那个蛋糕卷那个这个，然后它那个，我明明买的是那个材料是好的，你芝麻茶粉挺贵的，一小袋要40-50块钱，但是做出来还是绿茶味，就很沮丧，就不好吃。它那个抹茶真的挺苦的，但是我就是喜欢这种。嗯，觉得这种比较好吃，这种比较正宗，就像那个优花他们家的那个抹茶味的那个糖一样。不过也很搞笑，昨天我去拿这个快递的时候，又被关在门外了，就是风太大被关在门外。哎呀，我觉得一次被关在门外还情有可原，可能还好。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就觉得很蠢了，绝望。更搞笑的是，更主要的是，昨天我去找那个老板娘的时候，我脸上还厚敷着那个理肤泉，而今天又洗的又比较麻烦，所以我就没有洗，就两坨白白的去找那个老板娘，超级吓人，简直是神经病。他说最近脸上长了好多肉，我是超容易上火的体质。上次那个推广的那个辣条，因为我知道我上火，那个小姐姐给我寄了好多辣条，然后我就选了3包，然后别的让我妈拿去分掉了，但就那3包辣条，虽然3包。一半都没有吃掉，然后现在脸上已经长了2-3个痘痘了，太可怕了！我还是配着凉茶一起喝吃的呢，太可怕了。我吃不下了。它这个真的很实，吃不下了。然后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拜拜。希望大家有能力的话，能多多支持爱玉和抹茶的